小孩子走到旁边。你一直长那么甜。快点，蜜蜂跑来吃哦！因为它断，它断掉了。它先走，它先走。它先停下来。好，休息啊！你一直走干嘛？我们这两位又停了，什么？耶！还没啊，还没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一个老弟啊！你们说到了，到了。哎。成功了，你还要跑上去？好，跑上去，上去啊！李姐，你成功了哦！不知道哎，我也不知道哎，他还没有写火灾观测仪。